Seigneur, seigneur, car avec les soldats, il est toreros, avec son temple, pour plaisir, ils ont les combats. Le cirque est plein ce jour de fête. Le spectateur est dans la tête.C'est un peu après fracas Après fracas C'est un peu après fracas Songe combattant que le noir te regarde et que la mort t'attend. Moi, mais adore l'amour, l'amour, l'amour. Wie ich das herausgefunden habe, ist erstmal kompromissbar.现在看到了前面这个是科隆车站，那旁边有一栋电视看起来也是这个教堂。哦，还看到有劳力士。那这栋呢？这个我记不住了，是旅馆的吧？那我左边的这个科隆大教堂，它真的很高，冲天际，看起来像哥德式建筑。现在外面大概有多少人？就是人很多呀，蛮吵的。而且也可以看到那个狗啊 ，ID 吧，好烈。这车站已经也很比较古老的车站。好，接下来继续。科隆教堂真的很高哎，百年以上的教堂应该很高，应该算是世界奇观级。路上去搭那个，走梯上去，然后全山瓦。Hello， 妹妹，你看到后面的大教堂？这边好适合拍婚纱哦。你看后面，哦，好高哦。常常听说走上去，上面有楼梯，让走上去好像是3块欧元左右，好像还可以啊。可是真的很高，大概
高度大概上台北那个20楼的建筑物高度，那百年以前的建筑盖那么高，算蛮厉害的。想你哦。哇，真的好大哦！上面的吊灯蛮精致，二战后的建筑，就我修复过，可是它完整一档。才是传说中的正门位置，哇、wow ！想见到很多人，其实应该徘徊它一点困难。是蛮久，发现这个肉还蛮香的，像是那个咸咸的金华火腿肉，还不错吃。面包跟台湾面包不太一样，是它的面包比较硬，然后比较脆，然后比较香；台湾比较软，比较好入口，就是不一样的。那整体来说，真的是还不错吃。它这个牌子，这个是各车站都有在卖，所以想要吃的朋友应该到各车站都在各处贩售。但这分量还好，一个人吃没办法。
lost, je peux le过一段时间会清理的，但是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清。就是我就好奇，这锁上面到底是行李箱的锁，还是个人家庭用的锁？各种锁，有种精油。看到吗？这锁太夸张了，所以放很久应该有生锈了。这个是锁轮铁桥，可是在一边锁一边不锁，会怎么样？对面有看到锁桥吗？好像没有，不是吧？哎，看起来不是，真的没有人来人锁桥，这会不会太重了？这边还有一栋教堂，可是没有科隆教堂那么大。这栋，你看，你看到吗？哦，这栋看起来也比较特别，是真的没有科隆教堂这么雄伟。我外面风还好，现在风变得比较慢了，不然吹起头蛮痛。这附近很多很多鸽子，哎，不知名的鸟类，可以告诉那些鸟类是到底是什么名字吗？比较好奇啊，哈哈哈。哎，这教堂，其实近距看其实它也蛮雄伟的，可是看起来还比较近代。
面还有那个耶，就是野餐部分，像起来，这边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巧克力博物馆，这鸟叫的好大声。这是运煤的船吧，看起来好像是。听朋友说这边德国盛产煤矿，所以运煤船只会在这个莱茵河上面往来穿梭。而且这个不像是运煤的，哦，好像是运油漆的。你觉得是什么呢？它会旋转。Amor, l'amor, 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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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